大家好，欢迎收看《诚心诚意教会史》系列节目，我是庄正诚。这一集的教会史，我们来讲公元1637年日本潜伏的基督徒。公元2018年7月，日本长崎县长崎市、舞岛市以及天草市的12处潜伏基督徒的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成为了最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十二处的潜伏基督徒的遗迹分别是：原城遗迹、平户岛的圣地与聚落、春日聚落与安满月、平户岛的圣地与聚落、中江之岛、天草的奇经聚落、外海的出经聚落、外海的大野聚落、黑岛的聚落、野崎岛的聚落遗迹、头岛的聚落、九贺岛的聚落、奈留岛的江上聚落以及大埔天主堂。这是以公元1637年在日本所发生的岛原之乱的地点，加上信仰集中的平户圣地与村落等等的十二项基督教文化资产的区块。究竟什么是潜伏的基督徒？故事要从公元1549年开始说起。公元1549年，天主教宣教士方济各沙悟略来到了日本宣教。随着基督徒的日增，德川幕府却在公元1614年颁布了禁教令，禁止了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在公元1637年所爆发的岛原之乱以后，更加严厉地取缔的基督徒。当时候的天主教徒跟他们的后代表面上伪装是佛教徒，其实仍然维持着天主教的信仰。在公元1644年以后，日本国内连一个天主教的司祭都没有，潜伏的基督徒就是这一群天主教徒在很小的聚落所形成的秘密的组织。他们偷偷地吟唱祈祷文，把慈母观音像当作是圣母玛利亚来崇拜，将圣像、圣画、念珠、十字架等天主教的圣具偷藏在别的地方，以那户神，也就是仓库神来祭祀。他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他们基督的信仰。1865年，住在浦上的潜伏的天主教徒来到了日本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长崎的大浦天主堂，向外国神父来告白他们在信仰上面所遇到的遭遇。潜伏在日本长达200多年的潜伏的基督徒因此曝了光，随后便广受全世界所知晓。之后浦上以外、长崎的外海以及舞岛等地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潜伏的基督徒。潜伏的基督徒的出现是因为当年日本在禁教的期间，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不是被迫放弃宗教，或者是锒铛入狱流放，就是受到大规模的镇压。因此这些基督徒便潜伏起来，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基督信仰。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些潜伏基督徒信仰的真实性。无论如何，随着潜伏基督徒的曝光，国际上纷纷传来的压力之下，明治政府
于是在公元1873年解除了禁教令，正式承认基督信仰的自由。部分的潜伏的基督徒因此回归到了天主教会的信仰。本集的教会史就要为你来介绍这段日本教会史潜伏的基督徒的始末。故事又要从公元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开始说起。沙勿略来到了九州鹿儿岛，在得到统治当地的岛津贵久的批准以后，沙勿略开始宣教。不过沙勿略受到了当地的神道教以及佛教势力的反对，他被迫放弃在鹿儿岛的宣教工作，他改到了周防国的山口继续来宣教。自此以后，耶稣会为主导的基督教宣教活动便开始在日本展开。到后来，耶稣会的宣教活动获得到了大友忠林、织田信长等人的势力保护，于是便在日本各地持续的发展壮大。有许多武士、领主、公卿、贵族，甚至连僧侣都受洗成为了基督徒。然而好景不长，情况到了公元1588年有了重大的逆转。平定九州的丰臣秀吉宣布了禁教令，他明确的禁止基督教的发展。丰臣秀吉在禁令当中提出了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日本是一个神道立国的国家，与切之丹国宣教之事绝不相容。这里所说的切之丹，也就是基督教 Christian 的日语翻译。切之丹国也就是指着那些信仰基督教教义的国家。第二个理由，基督徒在九州破坏佛寺神社的行为实在令日本人无法接受。第三个理由，如果纵容基督教的宣教士广纳信徒的话，日本佛法将会有破灭之余。换句话说，丰臣秀吉将自己定位成了守护日本传统的保护者，他将佛教以及神道教定位成了日本本土的传统文化核心，却把外来的基督教视为是扰乱日本传统的祸根。在丰臣秀吉这种偏激的立场之下，基督教宣教活动被视为是一种非法的行为。还在长崎等地宣教的宣教士们以及在日本的基督徒们因此就被处决，侥幸逃过一劫的则被迫流亡到了澳门或者是吕宋的马尼拉。其中一直协助推动基督教宣教工作的武士领主高山有祥后来也被流放到了马尼拉。虽然如此，丰臣秀吉的政权的禁教令主要还是限制在上流社会，对一般百姓的监控其实仍然是鞭长莫及。加上文禄庆长之役以后，丰臣秀吉病逝，日本政权随即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无暇贯彻禁教令的推行。而德川家康在经过一连串政治斗争以后获得了政权。德川家康执政以后，原则上承袭了丰臣秀吉的禁教路线。德川家康提出了欢迎贸易、严禁宣教的对外的政策，并且开始积极的寻求跟英国、荷兰的合作，因为当时候这两个国家的贸易的目标正好扩展到了东北亚来。对于宣教事务上面，英国、荷兰这两国跟西班牙、葡萄牙有所不同，因为英国跟荷兰愿意只做生意而不谈宣教。这正好跟德川家康所提出的对外的政策一致，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至于在坚持传教的西班牙、葡萄牙这一方面，他们眼见丰臣秀吉死了，西班牙、葡萄牙耶稣会的宣教士认为这是基督教重见光明最好的开始，因此有部分的激烈的分子准备要请求西班牙出兵来支援，以确保宣教能够顺利的展开。不过在公元1588年英西两国的海战以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而雄霸海上多年的西班牙国际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了。耶稣会传教士向西班牙的请求支援的这个愿望也因此成为了泡影。到了1610年代，
当德川家康已经稳定控制了日本以后，听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的消息，让德川家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德川家康大规模的禁教行动在1612年彻底的展开。这一次的禁教的行动更进一步的禁止信奉基督教，并且将基督教宣教士彻底的赶出了日本。到了公元1634年为止，这段期间所有在九州、长崎、岛原、天草地区的耶稣会的教士，不是病死就是被幕府处决。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637年，则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岛原天草民变。岛原天草民变又称为岛原教案，是发生在公元1637年到公元1638年之间。这是江户时代初期所发生的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起天主教的教案，也是幕府时代结束前的最后一场内战。这次的事变让日本幕府惊觉到了，原来基督徒的影响力是远在幕府的预计之上的。针对这次的岛原事变，日本幕府方面单方面的定性，这是一次的民乱，是一次不满苛政的骚乱，而不是因为宗教破坏所引起的抗争。幕府认为，因为当时候天草跟岛原两个藩国因为苛政，所以激发起了民乱，最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对抗的战争。所以日本幕府全面的彻底镇压乱民，其实所谓的镇压乱民，也就是大规模的破坏基督徒。日本幕府破坏基督徒的手段，就是以鼓励民众来举报，实行严格的人口调查等等的方式，来强制基督徒成为佛教徒，再由佛教寺庙进行宗教管理，不服从的人就会被处决。这段破坏基督徒悲剧的历史，在2016年被马丁·史科西斯拍成了电影《沉默》。其实《沉默》是著名的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的代表作。美国著名的好莱坞导演马丁·史科西斯为什么要把这本东方的文学作品改编成为电影？因为马丁·史科西斯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要成为一名神父，他念了一年的神学院就被退学了，但是基督教信仰仍然深植在他的心中。对马丁·史科西斯来说，《沉默》是一部强烈又精彩的作品，深深地触动他心中那颗曾经愿意奉献给神的热情。在公元1988年，马丁·史科西斯第一次读到《沉默》，他便有了改编成为电影的念头。公元1992年，原著作家远藤周作拜访在纽约的马丁·史科西斯，两个人碰面以后，讨论要将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可能性。这个让马丁·史科西斯下定决心要将《沉默》搬上了电影的大荧幕上面。这是一部耗时28年筹备的作品，最终在2016年拍摄完成。这部电影主要的剧情是在描述1640年的时候，有两位满怀福音热忱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执意前往宣教局势险恶的日本，因为他们听闻他们敬爱的导师，一位曾经带领他们信仰的神父费瑞拉，据说他因为屈服在威胁之下而背叛了基督的传言。他们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他们希望要寻找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两位年轻的神父凭着信心，靠着探索，想办法抵达了日本，来寻找这位老神父。当年轻的神父面对未知的恐惧，乘船抵达了日本以后，他们的试炼不是在旅途的一开始，接下来的困难跟挑战也开始撼动年轻神父的信仰。他们不断的疑惑，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日本的基督徒受苦？为什么神会允许他们承担这么大的心理的压力？他们因为看见岛原事件而被灭村以后，神父们不禁自问，我曾经为耶稣做过什么？我现在正在为耶稣做什么？而我将来要为耶稣做什么？年轻的神父们第一次被抓的时候，面对淡定的基督徒，
他们激动地喊着说，我们将要死去，你们为什么这么淡定呢？这个女的基督徒姊妹说，是，难道不好吗？不是可以去天堂吗？神父们顿时哑口无言。神父们被关在木牢里面，以为神会听他们的祷告，会救他们免除基督徒要求要被迫踩踏圣像的这个难关。刚刚提到的这个踩踏圣像的举动，是源自于幕府强迫被抓到的基督徒要公开的践踏刻有圣母玛利亚以及耶稣基督的画像，使他们冒渎神灵，这个在日本称之为踏秽。神父被囚禁在牢中，看到一个苟且偷生的基督徒吉次郎，吉次郎因为贪生怕死，被选作了踩踏圣像的这个示范者。相对于基督徒壮烈的殉道，吉次郎信心的失败却能够存活，这种情形确实让神父感到煎熬。按着人性来说，神父认为实在不值得为了抗拒踏秽而来送死，因为只要踏秽一次，人就能够存活下来。但是他又不耻吉次郎苟且偷生的这种行为，这些矛盾投射出神父们内心当中的恐惧。神父们害怕自己不能够在最后一刻的先走，神父们怀疑这一切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最后，老神父费瑞拉终于现身了。费瑞拉跟年轻神父们对谈，但是年轻神父却不明白老神父的话，他只是觉得老神父的屈服就是叛教。老神父问年轻的神父，你学过他们的语言吗？语言往往是认识文化的第一步，没有跨过文化的宣教，真能够帮助基督徒超越处境来理解信仰吗？年轻神父辩解道，我真的看过有殉道者为了基督殉道而死。老神父说，这些烈士或许受焚烧而受死，但是并不完全是为了基督信仰，他们可能是为了宣教士的坚持而自认为自己是殉道而死的。老神父说，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话，他也会为这些人而选择放弃宗教。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可能会被教会审判，而比被教会审判更重要的，那就是你去爱神所爱的人。最终，年轻的神父看着圣像，仿佛耶稣亲口对他说话，将你的脚踏在我身上吧，我了解你的痛苦，我生在世上就是分担世人的痛苦，你与我同在，将你的脚踏在我身上吧。于是年轻的神父将他的脚踏在基督的画像上面，而就在这个时候鸡叫了。我想马丁·史科西斯刻意的处理这段鸡叫的画面，也就是对应了彼得在鸡鸣以前三次不认主的故事。究竟神父所理解的信仰正确与否，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沉思。我简单的介绍完了电影《沉默》当中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德川幕府时代禁教令下长崎附近的小村子，有两个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士偷渡到日本去宣教，并且调查他们的恩师因为受到酷刑而宣誓放弃教的事件。透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将会遇到的信仰以及反叛，圣洁以及悖德，强权以及卑微，受难以及恐惧，坚贞以及隐忍，挣扎以及超脱。但是你可能无法从这部电影当中得到信仰的解答，因为马丁·史科西斯在电影《沉默》当中提出了更多是对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信仰的反思。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值得我们观赏并且深思的好电影。透过了本集节目的探索，我们了解了这段日本的宣教史。然而在这段完全没有宣教士在日本的250年以后，在外国的抗议之下，明治政府在公元1873年宣布解除了禁教令。只是到了今天，宣教士能够以宗教签证自由的宣教，日本却成为了宣教士的坟墓。基督徒不到日本人口的1%。
最近有一位网友问我有关日本福音传播的问题，他问我说，为什么日本的基督徒到今天仍然选择要做一个隐藏者？这是时候未到吗？对于神在日本福音计划的时间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寻道者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因为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公元二世纪教父特土良的名言。寻道者的血就是福音跟教会的种子，寻道者的鲜血流经的地方，也就是教会蓬勃成长的地方。多少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为了主抛头颅洒热血，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在日本这一块福音异土上面也是一样，除了历世历代天主教基督教的宣教士的血汗，华人宣教士的脚踪也加入在耕耘这一块福音印土的行列当中。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些宣教士们的努力，愿感动他们到日本宣教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能够跟随他们的脚踪，把福音传达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并且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些勇敢的宣教士。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到七节告诉我们，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最后，在节目的末了，让我们为宣教士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唤醒神的儿女，都能够重视宣教的工作，愿教会都能够联合起来，同心的宣教，把人力、物力、财力跟精力多用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不要浪费在教会内外的纷争以及怨毒上面。我们在这里为全世界包括在日本的宣教士来祷告。主啊，愿你兴起大批忠心有见识的宣教士，用圣灵的能力膏抹他们，用神迹奇事伴随他们，见证你的真实。求主保守每个宣教士的心，当他们面对痛苦试炼的时候，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用爱心跟祷告来托住他们，并且用财力等一切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事工。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上就是本集的教会史，为您所介绍的日本教会史之潜伏基督徒。我们下次见。